这是什么？简单一点，用这个玫瑰花啊，用这个玫瑰花。你别告诉我追着一女孩。那肯定不是，肯定不是。你接下来用这个玫瑰花去换什么呢？你猜。玫瑰花哈、啊，对。换一件化妆品。哎，差不太多吧？你看，哎。哎，不对，这差不太多，但是还是差。换一个小玩偶，啊，换一个小玩偶。啊、女生手里有小玩偶啊，什么娃娃呀，或者什么什么，大概吧，大概齐小玩偶。好、哦，明白。这个相对来说 OK 吧？哎，都可以，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？这个还行，好，这个、比较适合。哎，没错，来新这个比较跟女孩沟通是特别适合秋瑞的啊。来，新少年，我们。第二课马上开始。你好，请问你有男朋友吗？你们笑什么呢？是吗？啊，这样，我想问点事儿啊，我想做一个问卷调查，是什么呢？就是。七夕节那天，你的男朋友送你花了吗？啊？没有。没有啊？为什么不送啊？是因为工作忙吗？哦，还有别的理由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代表你男朋友给你补一支玫瑰花。但是必须得有玩偶啊，你才能给他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能，就是咱这个东西哈，你都是钱来的，你看你能不能，你有没有什么玩偶，什么东西能跟我换一下啊？小唐老鸭、米老鼠什么都行，玩具，小毛茸茸的有吗？啊，没有。我能看好多人拎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对，你能看一下吗？让我看一下呗。对吧？哎呦，我尝尝。嗯，不错。但是这个花能不能送给你的？你说让我想想啊。这个花，哈哈。他问他有没有玩偶，没有玩偶让他们走。有玩偶吗？宝贝，毛绒玩具有吗？没有。有啊，没有啊？没有，你们出来逛什么街的？走吧。你好，我找你有点事儿，你能把电话挂了吗？我求你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认得我是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哎呦，谢谢，是这样，你们是要逛街是吗？是啊，我能稍微耽误你们一会儿时间吗？你爱人手里的这个玩偶，这个玩偶是你送他的吗？这个是杨先想要的这个哦，今天特别送的，就那个过节时候没送礼物，情人节没送礼物是吧？礼物了。我跟你讲，情人节最重要的是送花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今天我的任务就是给很多就是情人节没有送花的一些情侣啊，补送这个鲜花。啊。但是这种东西啊，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的传递。那我把花给你了呢，你就要送给你的爱人，对吧？啊。但是其他人就得不到这个花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要把这个东西传递下去，懂吗？来，这样，听我的，向你的爱人说上一句对不起，我没有给你送花，好吗？啊，我知道，现在是不是你爱人？你先补上这句情人节的祝福好吗？情人节的祝福。你拥抱一下，真的，我这，哎，这是我们的任务哈。如果说现在动物在你手里的话，可以啊，就走，就谢谢就完事儿。嗯，谢谢。别跑。我怎么左看右看，我都觉着这秀瑞特别像一劫道的，你尤其你看他举着那个榴莲，这姑娘跑那样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喝了一半的水，完了你要还给人家，这个就是谁碰到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奇怪的事儿哈。这是怪叔叔啊，怪叔叔嘞。嗯，不管怎么说，秀瑞的表现还真是不错，可以。虽说是有点夸张，但是也给我们带来相当夸张的快乐。没错，我们在这里还是应该怎么样啊？鼓掌呗。那秀瑞。对，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啊，他还能够遭遇到什么样的奇葩事呢？接下来的片子为您揭晓。回来。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好好说哈。是这样，其实是这样的，
我，嗯，他也特别的喜欢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没有把真正的感情表达出来，那是多么的痛苦。你们都不知道，就是一个，没有，我没根本没演。我跟你说，一个男人。你知道，我也滴两滴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就是。上了，不容易的，然后就是为了。求求你们。当众的。啊。就拍照，好吗？谢谢。花给我。花送给你，谢谢。啊，你想怎么拍，随便怎么拍都行，对。蒙布的。你让我趴地上都行，来，你说怎么办？